等一下我们要去芦洲跟三重的一些地方，因为这一些菜不够，所以我们要买一些那个如果说一些蔬菜啊什么的。对，等一下就会到那边，很多人会买很多不同的台湾的一些新鲜的东西，所以我说那边去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菜，还有可以知道他们的价钱大概是多少。我们路那边喜欢，还蛮喜欢那个现场。你这边看是比较好的，看起来是蛮新鲜的。如果有人喜欢吃很辣的，因为有一些人来我们这边说他要很辣，非常辣，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的这个辣辣椒。这是我们的第一家麻油油印度餐厅，第一家，我们2011年4月开的，今快这是19年的，沙洲边大的，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做一样的做法，就是想要也是跟大家新鲜的好吃的东西。这一个弟弟是我的，刚刚那个鸡肉锅店是他开的，他是算一半了。这一家是第八间，这边是买过去的印度的，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料理啊，可以来看看。这一个是我们的最有名的最popular 的麻油油米粉浓油片，而这里的厨师每次都会忘记了他们要的东西，然后我回来这边，他们就是说要这个要那个。